世界知名泰拳拳王薄球在拳迷的殷切期盼之下呢，首次来到台湾举办训练营，吸引了近百名的学员呢慕名而来。对，那拳王呢，他从暖身到高强度的训练都亲自示范，还秀了招牌的大力金刚腿，让所有的学员大饱眼福。震撼度破表的左右扫腿，连续踢击，准确命中靶心。只要是一般人挨上一脚，可能要在医院躺上好几天。世界知名的泰拳拳王薄球首度来到台湾开办泰拳研习营，现场当然要秀一下曾经踢断香蕉树的招牌大力金刚腿。การที่เตะก้นก็อาจจะเป็นต้นใหญ่นิดหนึ่งนะครับให้ลองดูถ่ายว่าก้นจะเป็นยังไงก็เลยลองดูครับผมมันก็รู้สึกว่าเฮ้ยมันก็แข็งพอสมควร。身为两届 K1 世界冠军，薄球被日本媒体封为世界最强之男。为期两天的泰拳研习营，一共吸引将近100位学员参加。拳王魅力不止男拳迷为之疯狂，现场也有女生因为喜欢薄球，结果一头栽进泰拳世界。看到拳王的时候，跟印象中不一样，因为本来会觉得他很巨大，可是呢，哎，小小子，可是动作很灵活，好兴奋，超兴奋的，很喜欢看他的影片。这个周末，薄球造访宝岛，传授武林绝学。亲和力十足的拳王，从暖身操到高强度训练，全都亲自示范，也让所有研习营的学员直呼实在太过瘾了。UDN TV 吴佳瑶、魏楚玉台北报道。